介绍一下，首先是正常的上铺看下铺，然后是不正常的上铺看下铺。这是最后一段路了，这得怎么过去啊，小可爱？你确定要这样过吗？对呀，只能这样子过了。想带你跑去看一场演唱会，想你的故事在我怀中流泪，想和你背包走遍天南地北，想你跟我尝尽人生的滋味，想下雨时小三中有你依偎，想把酒言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弄我的朋友的头发。很好玩吗？非常好玩，你看看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你们两个是兄弟吗？对，他是我的小奶奶、好可爱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 You can count on做我的小公主。